小小的东西就是隐翅虫啦、啊，这个很危险哦。记得它爬到你的皮肤上的时候不要打哦，因为打就会灼伤哦。这一类型的，跑进去了。这一类型的虫类哦，它其实是有那个有酸性的东西哦，所以你打下去以后呢，它可能就会产生酸性的物质残留在你的那个皮肤上哦，就会产生灼伤哦。